那么，皇上已经发现你们的身份了？不，即使身陷敌手，他也绝不会出卖司马家。 是真的了，养着你们的人是我爹，还是我大哥？二公子见谅，小人什么也不能说。明白了，这样瞒着我的人是我爹。 是吉部叔叔在训练你们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猜，曹爽这次是试探我们，他一直怀疑我们司马家饲养死士，估计很快就来抓你们了。只可惜我孤身在曹营，无力保护你们。 我们也绝不会出卖司马家。大公子交代过，我们只是刚招买的家奴而已。人心呢，可以瞬息万变。二公子如何才肯相信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真的对我们司马家无比忠诚，万死不辞吗？ 早有誓言。好，兄弟。 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斩！ 他们诽谤大将军不战而退，虽然都是我的家奴，但军法如山，不敢宽纵。你怎么，不该杀吗？